小欢迎，豆花妹跳跳撸开动请。今年28岁的豆花妹蔡黄如，最近因为演出偶像剧《1989一念间》，演技备受好评。然而，她和831乐团主唱阿普的绯闻传了一年多，却始终不认爱。苹果日报19日报道，豆花妹和阿普在美国时间17日晚间被读者抓包在赌城一起看水舞秀，两人同样戴着帽子，一身休闲打扮，身体彼此紧贴，就像一般出游的情侣一样，感情看得出来相当不错。其实，豆花妹近期出席活动接受访问时就曾透露想婚的念头，然后我自己也还蛮期望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追求的话，就是可以在那个101呀，就是买那个广告，然后跟我求婚，我可能二话不说就会嫁人了吧，就闪电结婚，就跟闪电泡芙一样。对，豆花妹和阿普远在美国共享两人小约会。苹果日报向双方经纪人求证，虽然坦诚确实两人都在美国，但不知道他们有见面。被问到是否正在恋爱 ING 呢，831的经纪人表示两个人只是好朋友的关系。